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牟云少。凯哥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安宇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他现在每天去各个公司面试。您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那你帮我看一下卓越有没有适合安宇的工作岗位。虽然没有多少工作经验，但是基础还在，我也想学。我不能等了，他现在有困难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安宇吗？哦，我是。你好，安小姐，这里是卓越金融人事部，想和你确认一下，今天下午2点是否可以来公司参加笔试呢？卓越金融？等一下，等一下了。还能上一位，谢谢。是你啊，你还真的来了。你也来卓越应聘啊？啊，应聘不用上电梯，在一楼。没想到你真来卓越面试了。加油。你也找工作啊？对了，金融的话，我觉得卓越集团挺不错的，反正我是交了履历的。再好紧张啊，完了。姐姐，你是一直都不爱说话，可是你现在跟我一样紧张到说不出话。哎呀，我怎么办？要是现在谁有办法让我不紧张就好了。不是，你看我的手。倒是有一个，就是不知道对你管不管用。是什么？每当我特别紧张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把所有人都想象成蔬菜。蔬菜？根据他们衣服的不同颜色，就可以想象成不同的蔬菜：土豆、菜花、圆白菜、茄子。所以那个第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就是西兰花。啊！一眼秒杀中了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进去了，这么晚才看书啊？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要考纳什均衡，我赶紧临时抱个佛脚。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姐姐，你还记得纳什均衡吗？纳什均衡，大学里好像学过，讲的是非合作博弈均衡，就是一群博弈者当中，博弈当事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一个最大化的选择，如果最终确立了这些选择，就会构成支配性策略。如果博弈当事者当中都构成了这种支配性策略，那这个组合就构成了纳什均衡。
你的梦真的。救命恩人，我要请你吃饭报恩。走。谢谢。这顿饭我请客。不是说好了吗 ？AA 啊。多亏你今天跟我说了那么多，要不然我最后那一个大题绝对是交白卷。那不是应该多亏你有梦到这道题吗？多亏你教我如何不紧张。你这么算的话，还要多亏你在网吧提醒我一定要投卓越呢。总之这一切都是你帮了我，所以这顿我请是必须的。我还要跟你说一声谢谢。开动吧。开动吧。好好好。你不能吃辣的呀。那你为什么要来吃火锅啊？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按牌理出牌的人啊。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我比较小的时候就出国了。现在回来了？嗯。不会再走了？嗯。不知道。落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。路灯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结果，见面的虽然也不是抱了很大的希望，但是还是有点忐忑。三天之内应该就会有通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做梦都梦到了？我的预感一向都很准。那就祝我们好运吧。对了，我就住在上面。要不要我送？不用了，走几步就到了。你赶快回家吧，地铁很久没班车了。OK， 那我走了。再见，拜拜。你知道天上哪颗星星最亮吗？最亮的星星就天狼星。天狼星是一颗代表守护的星星，像警卫一样。如果有敌人，它就给人类发出一闪一闪的信号。什么样的敌人啊？外星人啦，怪兽啦，还有异族神兽啦。安宇，你的笔试成绩排在第三名，是所有非应届生当中最高的，恭喜你。真的吗？谢谢。不过最终的录取是要加上今天面试的结果来进行综合评估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提问了。准备好了。我注意到你的简历上过去四年都是空白，能说明一下吗？3302景鹏，3303李烨，3306胡娜，有人探视。
其实，过去的四年……哦，对不起，稍等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是我，对，好的，我现在出来。抱歉，有点情况，我要先出去一下。我刚刚调了安宇的档案，他之前有个四年的服刑期，而且是经济犯罪。经济犯罪？对。你好，我叫江浩然，是这里的 HR。你好，江总监。怎么，面试还没结束，你为什么先走呢？啊，还好你没走，我专门跑过来通知你，恭喜你，面试通过了，正式进入试用期。真的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卓越的一员了。怎么，我这个 HR 的话这么不可信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高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没事，具体的通知呢，我发你邮箱，下周一来报道就好了。谢谢您。不用跟我那么客气，以后在这儿工作上，或者是生活上，随时找我。再见。人都到齐了吗？两个月前呢，国际金融界知名经纪人穆恩绍和我们卓越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。我们现在就要正式启动对本市威尔酒店的收购项目，卓越将配合穆恩绍完成这次收购。下面呢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穆恩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邵莫离，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合作。邵总好，我就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，没骗你吧？只是邵总现在这样的身份，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。你干嘛那么认真？我还是我啊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假装来应聘呢？因为好玩吗？
那邵总，你继续游戏人生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